Hello， 大家好。上次才介绍到一旅播，说涡轮车在这很难拿到好成绩，结果就被打脸了。最近在一旅播最速排行榜上面，直接空降了一台 GTR。这台车子有开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非常容易出现转向不足。那它到底是怎么在一旅播跑出好成绩的？现在就马上带大家来看看。首先起步之后的一段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在法夹弯的部分，它使用了一个神奇的技巧，我把它称作反金流复位大法。看了之后大家应该马上就明白了，原来是转向不够，重置来凑。这位大大在每个法夹弯都让车子用全速冲进弯道，在撞墙之前马上按下重置来避免被罚引擎，让车子复位，再马上加速离开弯道，充分利用赛道与 GTR 的特性。果然是个赛车鬼才。要知道我上次影片的 MR2 跑出来的成绩是3分44，它是3分37，整整快了7秒，真的非常夸张。这边也很负责任的帮大家测试了一下，用这个复位跑法，全程几乎不松油门，靠着 GTR 起步的优势，真的能轻松地跑进黑金。不过前提也是要对赛道要有一定的了解，因为不是每个弯道都能用复位来过弯，像这段直线之后的第一个法夹弯就不能用，会回到弯道之前。还有这个连续四连弯的最后一个也不用重置。当然这招也会有可能失败，失败的话会损失更多时间。想要确保成功的话，车子入弯前尽量靠外向内切，瞄准每个弯道围墙上的蓝色路牌，来确保车身能通过弯道，在撞墙之前马上按下重置。给大家再多看几个，贴着外侧向内切，对准蓝色路牌，撞墙前重置，大概就是重复这样的操作来攻略法夹弯。不过这招在比赛里面后追的话非常不好用，会直接跟前车撞在一起，非常不推荐。目前这招已经被作者盯上了，推荐给想挑战全车黑金的测试驾驶员，想拿隐藏赛道的玩家，手脚要快。另外这招欧美玩家非常嗤之以鼻，因为真的有点取巧，我后来也自己把记录给删了，另外刷了一个正常跑的盖上去。我的老天鹅，没想到银牌居然还能上榜。如果问我测试驾驶员全车黑金应该刷哪张地图，我一律都推荐赤城下坡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再见。